喺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，我哋單日最高入園人數咧，最高咧喺7月19日863嘅。咁至於單日最高零元嘅人數咧，喺7月20日咧就768人。咁直至到今日為止咧嚇，昨天咧單日最高在營人數咧係5280人。咁我哋要落實小區管理嘅話咧，咁其實我哋已經請咗一啲唔同嘅同事翻，包括頭先所講啦，以非公務員合約制嘅防暴助理啦，亦都有一啲退休嘅紀律部隊同事。喂，你好啊。係。係，你好，我想認證睇下。有冇呢个内务管理助理啊？你本身有冇收到我哋 email？ 我好似冇收到 email。如果你冇收到嘅话，其实就唔系我哋嗰个邀请名单嚟嘅， 所以今轮就冇咯。今轮主要都系之前有面试过，但系排紧 waiting list 嘅人。哦，即系我唔符合嗰个资格。如果你系冇收到 email， 咁你就。你就唔係，因為我哋今次唔算公開招聘嘅。哦，明白。但我哋係揾之前已經面試過噶啦，嗰啲人係。哦，只不過佢哋就我明白，即係面試過，跟住排咗 waiting list。哦，明白明白。但係入波話招幾多啊？竟然冇揀到我哋，冇公開到我哋。你係本身有冇做過噶？之前有做過噶。做過咩 post？你做过 Excel 呢个 post 点啊？唔系呢个 Excel 唔系呢个 post， 应该系嗰啲检测，唔系应该个检测中心嗰啲嘢，即系系。咁基本上其实我哋今次唔系公开招聘，所以系唔会话邀请你哋咯。哦，所以可能你即系要之前做过一个竹篙湾嗰啲先有机会。因为其实我哋3月嗰阵时请过一批人。系嘅，系嘅。之嗰陣時有啲人係有嚟面試，但排 waiting list。今次我哋主要係邀請嗰班人啊，又或者本身已經3月有翻個工，我再回任嘅。所以你如果呢個情況嘅話，你可能要睇下遲啲我哋會唔會再公開招聘你先再 apply。